什么是就业歧视？就业歧视是指雇主以求职人或所雇用员工与执行特定工作无关之特质，来决定是否雇用求职人或受雇人的劳动条件，且雇主在该项特质上的要求是不平等、不合理的行为。换句话说，雇主或是事业单位在做招募、甄试、劳动条件、升迁、调职、奖惩、训练、福利或解雇条件时，不去考量求职人或受雇人的能力、条件或表现，而是考量与工作无关的种族、阶级、语言、思想、宗教、党派、籍贯、出生地、性别、性倾向、年龄、婚姻、容貌、关、身心障碍、星座、血型或以往工会会员身份因素，因而造成求职人或受雇人因具有这些特质而失去在工作上与其他人平等竞争的机会，这样就是就业歧视。被歧视了怎么办？如果认为雇主有就业歧视的情况，当事人可以向各地方县市政府或劳工局申诉检举，违法雇主可能受有30万至150万罚锾。若雇主因检举而给予劳工不利的处分，例如解雇、减薪，依照劳动基准法第74条，不利的处分无效。